哪怕是哪怕是福建也行啊，对不对？哇，直接抢断了。看他这球怎么选择吧。面对于长春，于长春的身高能够对得上。呼，弗兰克林扑进来。弗兰克林，好球啊！一个。后仰怎么样？超远三分。好的，比赛回来，咱们继续来看最后的9:08，球发出来，这边弗兰克林直攻篮下两一篇。弗兰克林硬攻，哇，这球！说你尽管就投吧，我总能把这球给你扑腾进去。弗兰克林，换了徐杰上来。弗兰克林欧洲步，一旦突进来之后呢，上海内线有高度，这大个不敢过来补。就要从四川这边上罚球线。哇，弗兰克林又要尝试远，不是机会，但是直接选择了三分球的出手，而且防守我们看得保证。看一下，再给好球啊！前打客场比赛的时候，状态都一般，今天还行。出手这一次直接被曾文鼎封盖，反击球，弗兰克林，好球，双手抱空。确实是一个可造之材，手感又如此的好，想用正面去硬扑，换防反而不好防。全场到现在九投六啊，九投六中。上来之后，继续弗兰克林送上了封盖反击球，黄蓉旗再给空中接力，无语。反击，找弗兰克林，自己攻啊。漂亮，欧洲步。曼元下半场能不能找回手感？上半场两个人确实太铁了，不是一般的铁。篮下很拥挤，因为外线的投篮的。哇，过来直接来投。进攻又是陷入到停滞。最后呢？今年侯一凡应该说是进步非常大的一个赛季啊。二十六，弗兰克林强杀，好球！接台顺交给弗兰克林，低位的进攻，挤杨金萌，小角度上来没中，自己。那第二节呢？天津就不能再用双外援丢了。汤普森转到三分线外，弗兰克林，看一下弗兰克林强杀再起，好球！协防呢？换防，一般情况下。那个位置会比较空，好球！本身要犯规啊，这球其实应该退防，漂亮的背后运球，嘿！胡定一拿下篮板，再转移外线，弗兰克林三分球再出手，底角的一个负角度投篮，难度稍微大了点。嚯，弗兰克林一条龙低的一个命中率，是他这种直着腰往里这种碾压式的突破呀、啊，对，很有特色。对，左侧单挡回传球，看看这边。你会去要，没有机会给弗兰克林，外克林再倒，左正年这边突破，正面打给约翰逊防，没法打，外线弗兰克林的三振。嗯，弗兰克林的中距离也啊，那下次你再夹击的时候就得琢磨琢磨，我是不是还要夹击？约翰逊也不进，对，约翰逊刚才翟小川的三分也没有。嗯，弗兰克林，王汝恒啊，回了山东了，对，王汝恒回山东。